好用卡亲，往那边看，向前看。是我，刚才谁说我是穷命的？我没说。刚才谁说我要去医院的？我没说。谁应该去医院？我去。解散。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呀！我是真没想到啊。哥呀，哥，别哆嗦了，哥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娶二米粒吗？啊，你以为我是看上她的美色吗？不是，啊，其实我是看上你了。大姐吧，正是因为这个家里有你呀，你就是我的转运星啊！500万，咱哥俩的啊，咱哥俩创业的资金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哥。啊，那个自打你进了咱家门啊，我就看出来你是绝世的好男人呐！以后找男朋友就找你这样的。哥，你给买个16年的爱马仕包呗，不贵，才不到20万。你稍一会儿，哥。自从你进我们家门，我就发现了你绝对不是穷命，你就是俺们家的三才童子啊！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咱这房子后边的尾款你就全交。哎。哎呀妈呀！你怎么也叫我哥呢？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好老公。把钱交给老婆吧。没问题。妈，你上两句呗。我，哥。哎呀妈呀！妈，这差了辈了，不行啊。孩子，哎，那个，钱多钱少不要紧，自打你进了咱家门，妈就认为你是好孩子，咱可不能因为这点钱落了毛病啊。妈。你放心吧，啊，爸，你上两句呗，不许叫哥。我能像他们那么二吗？兄弟，从打你进咱们这个家门，你中500万，我要信我是你孙子。哎呀，不是，爸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来，不说了。彩票就在手里呢，500万，我们哥俩的，咱哥俩的，不是那个顺风啊，你先撒手，你听我，你撒手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